時間到啦，球證鳴笛。車路士呢一場真係贏得非常之輕鬆啊，撳住對手踢，對手想還手都冇得還啊！喂 ，Keyman， 可唔可以總結一下啱先場波啊？大家都明白嘅，其實咧冇失波咧，幾時都係咁重要嘅。係贏波梗係開心啦，但係能夠保持零失球先係飲得杯落。唔該曬 Keyman 啊，上嚟我哋節目度，咁啊，我哋嘅節目咧亦都結束啦，各位晚安。